十年修得柯景腾，百年修得王小贱，千年修得李大人。姚小顾我说啊，刘亦菲一定是上辈子拯救了整个宇宙，所以才与众多男神都有亲密的合作。继成功虏获了宋承宪、Rain 欧巴后，刘亦菲的男神列表又添新成员，那就是长腿欧巴李敏镐。昨日下午，女神一袭白色洋装现身上海，出席个人代言活动。谈到此次与欧巴的合作，女神也是毫不吝啬呀，大赞李敏镐帅气爆表。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完美，然后非常敬业，李敏镐非常高非常帅，他在现场拍摄的时候也是很专业，然后很有魅力。男神帅气归帅气，但遗憾的是啊，李欧巴已经有了生命中的最美女神。不过女神也别落寞呀，不是还有吴亦凡等着你征服吗？我们才刚开始拍摄几天，觉得非常好。又不选一乐，女神这么美，还怕找不到生命中的男神吗？上海报道。